想个办法。可以吗？垃圾袋也没帮我拿下来呢，我拿了几个垃圾袋，这个白色才是垃圾袋哈。牛逼不？你搞笑不你？刚好，嘿。哎，这会往下滑，你看，拿个纸垫住这里吗？等一下啊。哦，底下垫。可以了吧？不滑了吧？你可以走开吗，黑鬼？操你妈逼之！黑鬼！哇，极丑！气也是我带了两罐，你只帮我拿一罐来的。还有一罐在车上。
车拉到这里，从这边给你拍啊，省得拍到你哈。其实我们来炒菜也很好吃啊。炒菜呀、啊，炒菜很好吃啊。你先煎一些容易熟的，这种先没解冻啊。没带酒吗？我又不能喝酒。今天直播本来不直播的，手播架子、直播架子没拿，绑在车上。哎呀，没事做啊，兄弟们，家里坐着无聊啊。出来，在家里坐也是坐，在这里坐也是坐，出来娱乐嘛。舒服啊。人生是如此的短暂，人生是如此的膨胀，干就完了。带弹弓什么意思啊？练水平啊，练这个打的准度啊。我要参加比赛，2024年的这个弹弓比赛，我到时候要去参加的。啊，就人给自己找多找一点娱乐的项目，明白吧？明白了吗，家人们？能打鱼吗？打鱼的弹弓不是这种弹弓，打鱼的弹弓是这里那个很复杂，我搞不来。带个鱼轮，然后它是打标的，把鱼射下去，然后再拿线把它掺回来那种的。啊，蓝哥提前进入养老环节了，这早就进入养老环节了。这个地方离我家很近的，差不多就是几公里啊。翻一下那个火小一点，火小一点，再小一点。这个锅很容易那个，你看这烤完的烧，盐是有烧的。多搞点肉放上去啊，不然要浪费火。再回首，恍然如梦。打鸟不打鸟啊，兄弟，我自己养鸟的，不打鸟。现在打鸟，说实话，还技术还没有练到打鸟的那个程度。你别想着打鸟，其实挺简单的，打不到啊。鸟那么小，你哪打不到？对吧？鸟还真不好打。我发现这里面他妈的有的很多弹幕会被通掉的。这是雪纳瑞三口之家吗？是，欢迎大笨钟大哥。我用弹弓啊，兄弟们，没打到过鸟，打到过鸡。他叔叔的一只那个公鸡很大，差不多10米左右。我说我打一下，他说我说我打得死他。他说你绝对打不死他，你打都打不到他。第一发我打到那个鸡的翅膀的上面一点点就插到了。第二下我直接把脖子直接打死了，现场打死，后来被我们吃掉了。然后用这个弹弓打过兔子，不是用这个弹弓，以前的一把弹弓。兔子我打到过，最多是打过3只兔子，家兔啊，养的兔子，不打鸟的。10米的鸡怪物啊，我刷个旁边是你老婆嘛，我刷个飞机意思一下。是我老婆呀，
是我老婆。鸟现在都不能打呀，兄弟们。我一般都不怎么打那些东西，我一般就打瓶子啊，打红牛罐子啊，练技术嘛。你把你的那个蓝牙关一下，这连到你的蓝牙。哦。明白了吧？是不是？我不知道啊，我关掉的呀。主要是打鸟不好玩，你想一条小生命，他妈，主要我自己喜欢养鸟这些东西，我就不会打。我自己你看又喜欢养鸡啊，养鸟的这种东西，所以就不会那个。只要放上去烤。你来一下，我都有点。那给我。它鸡翅围绕旁边。哇，这火太大了，关到最小火，有一点点就可以了。你看，这哪个能吃？这浪费食材，真的真的。怎么加呢？这锅不行哈。这鸡翅给谁吃，兄弟们？狗都不吃啊，全烤，没事，给它咬掉就好了。你关掉了吗？现在？没有，小火超小火。你不能放中间。火关掉了，现在。哦，没有。狗都不吃。烤肉学张大龙，我们吃过饭了，出来说。住在家里面没事干，说出来找个地方住着玩，下山峰就把他这些东西带出来了。没火了呀，放。你烤了你吃吗？这些东西带这么多。那你吃啊，我一点都不吃。开火、啊、这鸡翅嘎嘎嘎嘎香。哎呦我操，好烫啊。小一点，火小一点。很小啊。因为它这个火苗离得太近了。只要及时的翻动，你一不翻它就那个了。啊，猪肉熟了。你累。我觉得这比上次那小的剑的还厉害。嗯。放点盐进去。没带盐。下雨了。没那么快。有蘸料吗？有。欢迎江南哥。欢迎豆豆龙大哥。猪肉熟了呀。是不是那个手机连到蓝牙了？直播的手机。直播的手机没有，不可能连到啊。看一下。走了，快吃！你不吃你就不要再烤了，浪费。
爸妈这个名字。快熟了，快吃，快吃，快吃。我关掉了哈。不在南昌兄弟吧？哎呦，下雨了，操他妈！下雨了呀，欢迎家人们呢。吉他带过来唱歌啊。我能说一句，我上个星期唱了五天歌，唱的嗓子唱坏了吗？真的好痛啊，这边有点痛。叫你舅舅晚上来这里吗？这里坐着很舒服。那大桥底下。你那是抽烟抽坏的？不是，我烟就抽的不多。你问肖大峰，我一条烟我抽了他妈将近二三十天了，还有两三包的还没抽完。我一天条烟这次抽了可能将近二十多天吧。家里好像还剩一包，我现在抽烟都抽半根，没怎么抽，连着唱了五天，昨天就前天就不舒服的，其实就很难受。好吃吗，猪肉？给我吃一片，我蘸一下，我看，我也尝一下。我自己夹吧。肥一点，瘦一点的吧？为什么肥一点的？肥一点，瘦一点，相间。有点热。早上出太阳，下午就下雨了。啊，这里不容易烧烤了。这又不是烧烤，喷死其他。这是小舅妈呀，对的呀。水果给我吃一下。这肉啥的你想吃吗？不想就把它去掉。啊、不，把它去掉算了。这翅膀还没烤熟呢。你烤不熟了，烤熟也不会吃了。我会吃啊，把皮咬掉就行了。舒服啊，狼哥。春天总要有点春天的样子嘛，兄弟。人不能就是说总是窝在家里面，总是一天为了三顿饭，为了儿女情长而活着嘛，对吧？啊，有时间了抽，这么到外面出来坐一坐，聊聊天，唠唠嗑，啊，挺好啊，对不对？我在长沙，兄弟们，我在长沙。我在长沙，主要是这个地方离我很近，过来的话一公里不到。去浏阳河边。
想了没事干做一下不挺好啊，是不是？旁边还有他们钓鱼的嘞，这个季节钓鱼也不错，我昨天去钓了一下，我昨天去钓了一下没钓到。现在钓鱼怎么说呢，没有以前那个心境了，真的没有以前那个心境了。长时间的做钓，哎呦，要下雨啊！长时间的做坐不住，偶尔玩一下可以。你叫我天天去钓，感觉可能坐不住啊，没有那个精力了。以前可以，现在真不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钓鱼的乐趣在哪里啊？钓鱼的乐趣吗？钓鱼，我跟你说实话，比他妈耍女朋友有乐趣啊！耍女朋友就三分钟、五分钟的，钓鱼那个真的比那个上瘾。说实话，我多大了？我今年几岁了？三十了，三十多了。但别忘了，兄弟们，年纪是个谜了。钓鱼可以上瘾的，真的会上瘾的。偏这么多，我刚刚学的时候一条钓不到能钓半天，我刚学的时候也这样的，每天空军，但是就是想钓，现在不会了，感觉钓一天鱼好累啊，兄弟们，坐在那里妈眼睛盯着漂，我操，一动不动的一坐他妈两三个小时，真的是人都要傻逼的。在一个野钓两三个小时根本就钓不到什么鱼，钓个四五个小时还差不多。欢迎我江南哥，欢迎江南哥，宁愿坐在这里喝个茶聊聊天更好，不是老头才喜欢钓鱼吗？钓鱼，现在钓鱼的人国内，因为你看哈，能玩的东西不多嘛，你像国外的话他可以这个就是抓一些，就是抓野猪啊，打兔子啊，搞这些可以搞吗？国内的话，现在你像这些东西都不能玩，因为都保护了嘛。再一个，你能玩的器具也有限，除了河里的鱼，对吧？河里的鱼啊，你钓鱼这个不犯法。所以很多这个以前玩鸟的呀，或者打野的，喜欢打野的这种的，男人的快乐嘛，就这么点嘛。他就转到这个钓鱼上来的人很多，钓鱼现在人还挺多的。你干嘛坐到那里去啊？干嘛？明白了吧？他是这么个情况。干嘛又有人骂阿峰了是吧？操你干嘛的？你自己把我拍成那样的拍。我怎么拍成哪样了？拍的跟头猪一样。哦，那你坐这边吗？避开直播镜头啊！所以钓鱼的人还挺多的，尤其南方，你像湖南钓鱼的人也多。这前面就他妈一大堆人在钓，他没有一个人钓不到鱼的，都没有下鱼户。我一看，我在这里钓过一次，钓了一条小鲤鱼，还是晚上钓的，不好钓鱼。狼哥，阿峰觉得和你同框丢脸，你去你妈的吧你！他觉得你们拍的太胖了。钓鱼的乐趣在哪里啊？钓鱼的乐趣吗？今年要是闲着没事做，我也打算买个路亚竿来，偶尔来这个河边抛两竿，看能不能钓得到桂鱼什么。手竿是玩不动了，真的玩不动。
但桂鱼啊什么的还是骑个电动车闲了没事干过来玩一下可以。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这下打肿了，20米。这世界难得吗？今天星期天，你们在干嘛，兄弟们？你们不出来玩吗？天天窝在家里打游戏看直播吗？玩手机吗？手机玩的不会腻吗？小伙伴收东西，下雨了，我不骗你，10分钟之内，快，真的，赶紧，待会收不了了，你这些吃的东西，我不骗你，10分钟之内就下下来，快，抓紧时间，信我的。狼哥，新人入手，新手入坑钓鱼，买个多少米的竿合适？手竿还是路亚呀？玩手竿的话，5米4以上的竿就不适合，因为你抛不出去。你就买个4米5的，钓钓小鱼。4米5的话，大鱼也能钓得到，小鱼也能钓得到，因为抛出去差不多就已经5米多，你有个1-2米的水深，5-6米够了。太长的竿抛不动啊！你像我现在玩6米3以下的竿，我都很想剁了，就不会去玩。一般都6米3以上了。平时现在玩的6米3的就比较多，刚开始玩都是从3米6啊、4米5玩上来的，或者直接买个5米4的也可以。买个5米4的话，以后都能用得到。反正5米4这种竿还是相对来说。稍微抛一抛就慢慢就能抛得出去了。太长的话没必要啊，那7米多8米多那都他妈就钓了很久了，以后喜欢盘大物了，我也鱼在跳啊，我操你就可以。你要看的大概多少钱，往淘宝上面100多块钱的杆子好用得很。你去买个汉鼎的，或者买个杰诺的也还可以，杰诺的杆子也挺好的，国产杆子里面。你就记住买杆子不要买沧州货，从威海发货的鱼竿都不会差。买个28钓的，不要买个19钓的，19钓的你钓野钓比较重，你拿的手很累，没有那种钓鱼的乐趣，那拔鱼的。买个28休闲钓的，买个5米4，汉鼎的、杰诺的这种的都还可以的。反正你刚开始也手感啊那些你又感觉不到的。19钓是什么？19钓是讲一个杆子的调性嘛。19钓的，比如说，同样是一斤的鱼，19钓的它这个你绑在鱼钩了以后，它的弧度是这样的。然后28钓的它就是这样的，杆子更软，19钓它就更硬，腰力更强。推荐一个打黑杆，路亚打黑的嘛，路亚打黑的，说实话打黑鱼的杆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求，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求，黑鱼的杆子就是要硬 ，MH 的那种硬度。然后有个远头多的话，就整个2米3、2米2、2米4，远头不多，小池塘打，就整个2米1左右的就可以了。看你要看你适合钓的鱼种，还有场地啊。你像你他妈天天大江大河里打，那肯定。杆子要长，越长越好，甩得远嘛。看你要远投还是精细做钓啊？这个东西我好麻烦的，也很深奥，兄弟们。明白吧？你这个弹弓，你带个弹弓干嘛？
我闲了没事干，练精度啊，练精准度啊。我现在十米以内打矿泉水瓶，基本上10发能中9发，但是往高里打打不了，就平行或者是低都可以。我的打高练的少，不怎么会打，打打看啊。打什么了？打这个矿泉水瓶吧。但是这个你们怎么才能看得到呢？你们看不到啊，我打到了也看不到。10米开外随便打，这么大的瓶子，我一般都打红牛罐子。红牛罐子的话，10米的话要过10米，我基本上12米到15米之间，可能10发能中2发。红牛罐子不好打，放在地上的，不是挂在空中里的，挂空中要稍微视线如果平的话，差不多打的可能几率还要多个1发2发。技术还是不行，再练，再练习。我来把这个瓶子挂在这里打。你这样拍不到你。他把美颜关了，难怪。这太近了，这差不多一个7-8米，这太好打了。对面人挺远的，他打不到吧？也有可能打得到。打不到。那不是那个人啊，小心打到对面的人。不会，这个距离的话差不多9米左右吧，基本上每发都能打得中，就不会打到。打得到啊，打不到。弹弓过了30米以后，它就已经没力了。是他，他还打招呼呢。小舅妈打得到吗？已经打到人了没有？对面那个人最起码200米，200米弹弓要打到200米，那他妈的就不让玩了。没有200米啊？有啊，什么没有200米啊？150米最少，150米。你坐这边，我打一下弹弓给他们表演一下，让他们看一下我的技术。看。打我啊！我打弹打那个瓶子，我坐这样没办法打。哦哦，你们看得到瓶子吗？看得到啊。打到了吧？听得到声音吗？你这样很优秀，不要这样发给他。不会的，听到了吗？声音。打到冒气了。这把每发都打得中，这么近，9米，动都没动啊，那一桶水。空把了，用的什么泥丸？
你玩，我怕万一打不到人，我万一扯得大，打过去就很危险。这一把这刚才这下脱靶了，有点紧张，说那里看到人了，过来个人，万一打到人不好。这瓶子是大瓶子，然后打小瓶子，打这个瓶子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浪费子弹，真的。那小朋友跑过来，我刚才一看到小朋友没敢打了，换个方向没有人的。瓶子没办法放啊，主要是。我这样做得通吗？那这样做，对，这样不安全。我刚才看那个小孩拿着风筝跑过来，我就不敢打了，脱靶了，我就往底下打。还有个女的在那里捡野菜，所以我怕打到这个女的，知道不？她在我这个有效范围的，我现在打她的话，一下就把她打到了，真的。虽然是泥珠啊，兄弟们，虽然是这个是。泥巴的这个泥丸，但是它也有一点威力的，真的。你像那个红牛罐，什么呀，小妹妹？滑草。滑草。直接滑下去吗？然后把那个红牛罐能打到一个这么大的坑，用铁的话能打破的。试滑一下。就打不到别人。滑吗？小孩子能玩，你能玩？你发神经！他这个鞋不让能滑不下去的。我把这些吃的东西收拾了，看着就不好看，你又不会吃，嗯。你怎么这样还没烤好？我等下再热一下，我再烤再吃啊。那把那些去掉呗，苍蝇全部去掉，不干，又不会再做了，快点，等我。把那些收起来，放起来，把垃圾什么收起来，干爆。我怕待会会被人家说呢嘛，这里有管理的。欢迎小兔兔，啊，买点水果，这么吃吃水果就可以，还想吃肥肉，中午饭都刚吃了。嗯。来一发。听到声音了吗？好假，根本就没打到他，骗你们的。我哟，都打得砰的响了，还听得到声音吗？太远了，可能。这个距离打这个就基本上我百发百中。打中了会有一个反应的，砰，这样的。如果没打中那个皮筋是那种啪那种的。基本上百发百中啊。吹牛没用去打老鼠啊。老鼠我还没打过。很像人。中了没有？基本上百发百中，真的，我不骗你。前面没有人，我就不怕，瞄准了打。从这里打这个，真的，我百发百中。这个水满瓶的，如果水少的话，打到了以后瓶子会晃。那水将近两斤多的水，2.5升的嘛。我看有没有小罐子，我绑一个小罐子放点水，放在那里打。放地下，放地下也没有问题，因为这瓶子太大了，兄弟们，这大瓶子。小瓶子的话，有的时候会脱靶的，那么一次两次会脱靶的。为什么？因为你扯起来了以后，弹弓这个。力度它会上下手会摆啊，你常打了以后你打个十下连着打，你的手有的时候会稍微抖动一下，它就飘过去了边上。嗯，这太近了。一般打的话，我现在打一般15米以内还是算有效射程了，我过了20米的话，就我现在就在练20米到25米这个距离，这个距离好有点难打的。也不是打这么大的瓶子，是打那个1块钱一瓶的那种瓶子。这个3块钱这个瓶子有点大，今晚20米我也打得到。
现在这个就是九米左右吧，八米九米。请问这是武汉弹弓王阁下的直播间吗？这么大的瓶子想打不到洞的？不会，也要稍微练一下。如果你不懂的话，现在玩的都是这种扁皮的，不是那种圆皮的。我们以前的弹弓是这样打的，对吧？现在弹弓都是这么打，扁皮玩侧瞄或者玩斜握。我现在斜握也还可以，侧瞄也可以，啊，但是孤打我不行。我必须要瞄完。有的人他打弹弓打的力量那种啊，他只要拿起来他就直接不用瞄了，就直接放，就玩的久了的熟能生巧。这个东西弹弓也有比赛的，我打算明年参加比赛。我右手活物啊，活物我打过啊，兔子我打过15米开外吧，15-16-17米，第一发打到肚子上面，直接就一只小的差不多2斤左右，不到1斤7-8两，直接打到肚子，直接把那个肺打穿，直接打死了。还有一只大一点，2斤多，将近3斤不到，2发子弹，第一发打到肚子上面，把皮给打烂了，然后到里面，但是他没事，他就跑得很慢了。后来第二发直接就是打到他这个脊椎这里，因为他这么握的，我从后面打，一下子把脊椎骨直接骨那个子弹，当时我挖出来以后，因为拿了吃嘛，然后就打到这个脊椎骨里面了。第二发就打完，他就直接动不了了，一直在那叫，然后就后腿就残疾了，直接打到过2只兔子，3只吧，还有一只小的。直接打死了。然后鸡，他叔叔的鸡，大公鸡，差不多10米不到，可能也就跟这个距离差不多，比这个稍微远一点啊，就是10米。我俩打赌，我说我用弹弓能打得到他，他说你绝对打不打。然后在他老家的时候，不过我那个弹弓好，这个20块钱的弹弓，19块钱的，我那个弹弓丢掉了好多那把。然后第一发就是因为新的东西距离不一样，新的场地不一样啊，高度不一样，瞄了一下，没打准，然后打到那个翅膀这里了，就擦过去了一点，鸡没事。第二下直接就打脖子这里，一下子就把头直接打掉下来了。后来被他叔把那个鸡杀来吃了，公鸡啊还是，弹弓威力很大的，兄弟，真的威力很大的。我把那个公鸡的骨头直接就是脖子这里的骨头直接打通了，当场就死了。那个公鸡差不多将近4-5斤呢，4-5斤的公鸡，自己家养的嘛。再一个，他叔那个鸡会就是跑3斤，跑得也很快的那种，它是移动吧，它就是慢慢在走的，被我一弹弓就打废掉了。他们厉害的打乒乓球，兄弟们，15米打乒乓球，20米打乒乓球，那种的就是高手了。我们这种的属于入门的，打弹弓也有意思的，兄弟们，真的。闲了没事干，找两个那个红牛罐子，然后给他绑住来打，就打中了还是有一点成就感。打那个小狗啊，那小狗我一打就，这个虽然是泥巴的，但是有力量的，真的。你别看这个泥丸，但是真的会打到的。弹珠能吃吧？肯定不可以啊！你问小舅吗？我打兔子，他都吃了呀。兔子打到他都吃了呀，打了3只啊。小时候自己做弹弓打鸟，我小时候的时候也自己做，但那时候玩的传统弓都是这么打，用木头做的那个，然后用那个叫什么？那个自行车的那个
放弃的那个圆的那个，我打过一只乌鸦，那个时候，那个我小，我那时候可能四年级吧，那个距离还挺远的，那个差不多可能有，那个距离差不多有将近30多米吧，被我一弹弓打到那个翅膀，那个乌鸦就掉下来。他我说我没打到，他们说打到了，后来我去捡，真的打到了翅膀，它动不了，红嘴的，我家那边红嘴鸭，被我一弹弓把这个翅膀直接打折了，用石头打的，不是用什么钢珠啊或者泥丸啊，没有这些东西，斑鸠不能打。打到过鸽子，我那个是应该是我算那个是算闷的啊，兄弟们，因为传统功就这样打的，四年级的时候，在我没怎么打到过，也没怎么玩了，主要后面斑鸠啊，斑鸠不好打，说实话，再一个也不能打，你知道为什么斑鸠不好打吗？斑鸠其实是非常聪明的那个动物啊，它只要你看到人，你一站下来，你站住，就是20米以内，它一站住它就会飞，除非你说你晚上它就不会飞。下雨了，快把你那些吃的收拾的。斑鸠不好打的，老鼠啊这种的还是可以去打一打，老鼠啊鱼都可以打，斑鸠最好不要打。斑鸠我看，斑鸠好像是打几只就犯法的，两只还是三只以上啊？要判刑的，真的。扁皮好还是圆皮好？扁皮的相对来说，怎么说呢，准度要高一点吧。圆皮的拉力不好拉，你不好拉。但是会玩的人可能更喜欢圆皮的，扁皮的就是有一点像金鸡的那么个意思，嗯。它瞄点好瞄嘛，再一个它的拉力。相对来说人拉起来轻松一点，圆皮的卧槽蹬不开，你蹬开了以后这个后手要保持稳定，对吧，你长时间这么你稳定不住啊，圆皮的那个力度感觉很难拉，是吧，你像我扁皮的我这么拉住，我稳个20秒到30秒没问题的，手不带抖的，这个是0.75的皮筋嘛，我如果打0.6 0.65的稳个1分钟都没事，已经膀子上练下来了。我前一段时间单弓打到这个胳膊，兄弟们，这里就老是练嘛，打到这里痛，我操！小时候没这规定，小时候想怎么打怎么打都，小的时候哪打得大？我就打过一只乌鸦，不是乌鸦，红嘴鸭。我们青海那边的，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很多那个东西。我们那边过年会杀年猪，那个东西一群一群来的，操，他就不怕人的，他就蹲在那个墙头上的。我当时那个放学，每个人都有一把弹弓的，我们那时候用木头做的，然后每个人一发练着打，在那里站了一排，被我打下来一个，吓货了。欢迎随心哥，欢迎随心哥。把小舅妈妈。我跟你说实话了，兄弟们，就是这是泥丸嘛，我小舅妈跟我5米之内，我如果说打他太阳穴什么的一下就打废了，其实威力很大，这个东西还是要注意的。我一般玩我都是河边找个空旷没人的地方，挂两个矿泉水瓶在那里玩一下，在农村就不怕，在农村你像在他叔叔那个山上什么啊，随便玩没人嘛，那里万一你打到人，操，飞了，我跟你讲的嘛，玩这个东西还是要有安全第一，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可以有自己喜欢玩的东西，但是不能搞到人呢，搞到人了就不就废了吗，是不是，来再来一发，太近了，这打得没劲，来又打到了吗，听得到声音吗，我基本上这个距离百发百中，这么大的瓶子，这小瓶子也百发百中。哦，肖少峰，我知道你这个什么原因了，你看到了吗？你这个，它这个笼子这样了。对啊。你看。你手拿掉，脚。你看，这里都扯开了。哇、哎，你这个还没有上次那个好用，上次那个它是直接包在这里，那个是只有一张皮的。干嘛坏了？没坏。
塑料瓶都打不穿，里面装了水真打不穿，塑料瓶不好打穿。现在你像如果是个玻璃瓶或者是铁瓶就能打得穿，这个塑料瓶里面有水，水是有压力的，你用火烧它们都不烂，这种有水的不好打了。你放个玻璃瓶立马碎，我不骗你，真的。你放个啤酒瓶，基本上要么就是这个泥丸直接打成粉末了，要么就那个瓶子直接碎了。水的压力很大的，里面它有压力的呀，装了水随便你怎么打，打不烂，钢柱都打不烂，说实话。你如果没有放钢珠还可以，没有收汤，天气变冷了，下雨了，坐一下呗。穿不了，这个瓶子里水就去掉了这么一点，根本打不穿，你用什么钢珠都打不穿，我不骗你，钢珠打不穿的，我试过的。又跑掉了，给我。老哥，那我赢了。不装水，不装水打得穿的，装了水真的好难打。我们用弹弓打不穿的。动能达不到，弹弓我们差不多动能达到个平常人达到个八九十，然后如果说用专业的那种弓，专业的皮筋，大拉或者大中拉的这种的，能达到一百零几，就算已经很屌的了，兄弟们。一百多的话，你瓶子里面，你像这个农夫山泉的瓶子，里面装了这个三升的水，根本就打不穿。小的珠子能不能打穿？应该也不好打。我说实话，弹弓，你看我是属于中拉嘛，中短拉，不算中长拉。中短拉的话，我感觉达不到。我可能，我感觉哈，我的有效射程可能就扯到近，就已经扯到近了，再加一点，打出去的话，最多，按准度来说的话，可能就一能打到东西了，能伤得到的话就。25米到30、27米，过不了30米的，30米以后它就已经没力度了，它就这样成抛物线直接掉了，往底下搭东西的话。我上次用6毫米的珠子吧，感谢真的海星大哥的眼睛，我用6毫米的珠子打过。就是1块钱的那个矿泉水，就2块钱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瓶子哦。你假如说就那个真露的那个瓶子就打得了，兄弟们，就装了水也打得了。真露那个瓶子它就稍微质量差一点，我打的是那个怡宝的。我操，我说用六个的，我就把水装满的，然后去打，就打到就是那个会陷进去，但是打不通，一面都打不穿。但是我用6毫米的、7毫米的、8毫米的打红牛罐子。2个都穿，第3面穿不过去就打个窝。因为我是中短拉，中长拉，长拉的话可能真的3面都能打穿。但是距离不能太远，就是10米以内啊，过了10米以的话肯定能打穿一面吧，差不多。你像玻璃瓶子的话就很容易打。玻璃瓶子我打的话10米开外。15米以内，10米基本上直接就打两个眼，要么就直接打得爆了，直接7个的6个的都行，8个的也行。感谢豆豆龙大哥，欢迎我申哥。狼哥今天这么早，今天跟阿芬中午吃完饭没事干，他说出来坐坐，
天气不冷不热的，所以就出来了，就出来坐坐。落花似人有情，这个季节，明白吗？这有点早。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无端拨弄离人的。看来斗鱼上玩弹弓的人也挺多的嘛，也有工友啊。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小时候玩的跟现在玩的不一样。伴着蝴蝶孤雁可以成飞，小时候传统功，现在都开始玩扁皮了。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轻轻含着不堪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阿郎结婚几年了，怎么不要小孩？我也没有结婚好几年。感谢中队哥完成了异星挑战，结婚两年啊，今年打算要啊，所以每天睡得很早，就是等着要小孩啊。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无端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常年做直播熬夜熬的身体不是很好，现在就晚上睡得早，早上也起来得早，就回归正常生活嘛。好，等怀孕了再好好做直播。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看着不肯安息，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当记忆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我觉得这首歌还挺好听的，这是邓紫棋的歌吧？是你是你的这个，有谁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欢迎比心哥，欢迎兄弟们。春天就要有个春天的样子，对吧？欢迎骑着猪去逛街。啊，名字就叫是你啊，这首歌挺好听的，我觉得它很有那种，这首歌感觉把你挡住嘛，这首歌给人感觉有一点那种比较大，听着啊，适合一些这个，反正听着挺好听的，我觉得，不是邓紫棋的，但是像唱腔像，啊，我以为是邓紫棋的歌，挺好听的，它适合这种歌，适合。就适合比较那个要出太阳了，大一点的场所或者音响比较多的时候放挺好听，宴会的开场曲啊，这样都可以。不是你是你，我感觉我要是买个那种射鱼的弹弓的话，我应该能射得到鱼，真的。因为在河边的话，鱼还是晚上带个头灯，拿个弹弓来射鱼。哎，这个也是一个直播题材哈。但是要有人帮我拿着直播，我专门拿个弹弓来射。那个网上买很便宜的，好像也就百来块钱。这个河边很多啊，甲鱼啊什么的都可以射，乌龟什么。这就有效果哈，这个还可以直播。再一个我准度练的还可以嘛，鱼的话河边你也就是三五米的距离嘛，对吧？你太远的话你它在水里你也看不到啊。射鱼不用架弩，就是弹弓，正常的弹弓，然后这里要买那个皮质的手套，
弹弓不会打的时候会把这个虎口给打烂的。我他妈上次刚就从这里两个吧打烂过两次，有一次直接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出来了，我操，直接现场流血。现在不会了，基本上，架个架子，不也不用架架子，就这么打的。然后这里买一套那个皮质的护具就可以了，啊，你有架子的就不能拨了，那个东西就拨不了了，啊，我弹弓几十块钱的弹弓，拼多多上买的这个28块钱吧。弹弓打的准不准跟弹弓的好坏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看你练的多不多，啊。我以前用的那一把弓还可以，那一把是天蓬元帅的吧，圆头的。我后来我发现打的准不准根本跟弓没有关系。奥运会没有弹弓比赛吧？现在，但是现在有弹弓比赛的很多。哎，那真的我来买一个，来买个头灯，然后直播打鱼号行吗？在浏阳河射鱼应该不犯法吧？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拼多多上有卖的。晚上带着头灯出来带你们巡逻。哎呦他妈逼，他又出太阳，好热啊，我的天幕搭起来还要收，马上是4点了都。我们5点多才回家，才3点。我那天幕是简易版的。那你去哪？今天的蓝牙就在这里啊。那你去搭，这里搭不了，这里太低了，要换地方。哎，这个可以啊。这个东西能直播吗？我在想射鱼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射鱼可以直播吗？你们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蓝牙五连接，这还挺有节目效果的，操！买个好一点的头灯，每天穿个水鞋来射鱼。上货，这一旦上货了就有节目效果的哈，不进鱼就可以啊。所以有的时候就，哎，现在不直播，你说你射射鱼什么也没事的，就跟钓鱼差不多嘛。但是直播这个东西，它就很容易上升到一个层次上面，你射的不多没节目效果。你假如说哪天运气好，声音小一点，一下子射个十几只，那要那个钓鱼啊，湖南也像啊，湖南钓鱼是手竿路亚都可以，但是一人一根竿，不能太多，但没人管，也我就没看到有人钓到过鱼，天天这里坐着钓。现在管的是啥都管的比较严，尤其上升到这个直播这个层面就很麻烦。自己家鱼塘里是不知道怎么样。寂寞下着我该思念谁？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有情的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房子拼命的追，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嗓子废了，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
仍然渐进恨之不肯安息未来这人为情而杀求我该思念谁当记忆的线缠绕隔了这里门扉雪花渐退乱心扉哪里来的叫花子没吃饱饭一样的一进直播间满嘴喷火哪里来的这么没教养的东西呢一进来就满嘴喷火仍然前进寒枝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好热死了那选个地方搭天幕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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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刚才要下雨这会又出太阳了我真的是日了狗了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一点他因为是从天而降梦境直到决定上来我来研究一下这个天幕兄弟们我来研究一下我看这里能搭起来吗
开，我看一下。这个要两根大的，这是一根大不了来放。什么了？这么简单都不会啊？怎么了？我就把它挂在树上挡着就好了。那个绳子给我，从那边转，从那边过呀。拿我这抓。懒得跟那只狗一样的。这样不行的。
这帐篷其实很简单，四个角弄起来中间顶就好了。等一下，等一下，先别弄。有备而来，这套装备啊，500来块钱吧，包括车啊、桌子啊、椅子，我们只买了2条。拿来给我。再往外面顶。OK。你放开我看。不行。等一下，我先绑住了。可以了，关就可以了。看，顶得住吗？顶得住啊，就是比较矮啊。矮。还是没顶好哎。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没事。这样是什么？弄我就要把它搭出来。
好好弄，人家都是要平地的，你这都斜地了。斜地我要搭平栏，懂个卵子你。就这样了，不要弄了，别难受。这不防晒啊，没有涂层的，早知道买好一点，你也不要买那么好的天赋没用了。心间开启花一朵，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酿在我心来也继续花，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这咋不对呀、啊？有点热，这天幕买的不好，你们要买天幕还是要买好一点的天幕？这天幕很热，不防晒，就拼多多买的60多块钱吧。我宁愿只伤心一次，也不要日夜都伤心。我宁愿你冷不到底，请别再说。真他妈无语吗？主任，你真是绿茶，是你先骂的别人。说别人西单爹干嘛？我们天天在一起，哪来的西单爹？既然一点点离去，为何还留下残疾？而且我胖不胖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好的天幕不热呀、啊，好的天幕它有一层。隔层防晒的那种，这个没有防晒的，这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块布，不行，天幕的钱不能省。整个电风扇啊，夏天的时候可以，但夏天肯定也不会这样出来，夏天出来的话就晚上出来了，这不就好了吗？很热哈、哦，不会吧？会，往后坐一点啊，稍微往后移一点啊。这不就好了？嗯，舒服了。这天幕大小挺简单的，它不会。我就买的简易版的天幕。不会那么难。
欢迎白嫖嘎嘎虾。欢迎嘎嘎香大哥。是嘎哥吗？还是金姐了？是嘎哥还是金姐了？我操！你看我打这个铁杆都打得中这么细的。牛逼吧，这么细的铁杆，然后跟用弹弓打一下我们俩，我直接把这手机一下就打烂了，真的不骗你。我操，这个就难度大，打那个红点，鸡蛋大，这会打到向他们的头啊！不往后再做一点，打个鸟看看，鸟不能打。不，往边上做一点，包括打上去。你为什么不往那边打呢？那边没地方放啊，我就放桌上。那你直接打我头上，打得到吗？打得准不准？打得到啊，打得很准啊！你往我跟坐近一点，就把桌子往这边移。哇，这个小红点，不知道能不能打中啊？没打到。干嘛？走的。我打到了。喂，这可以啊，兄弟，技术可以啊。这个就一个红点，用的泥丸，泥巴的泥丸。好了，你什么东西射到我的身上？干嘛呢你们？坐在河边聊天吹牛逼啊？走线了，我打你头了。打到了。打这个帐篷，打帐篷我一下跟打破了。你不会打底下那个靶子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个我都打得中哦。打。那么大的，这么大的。打。你说打哪一个吧？你随便打哪个。你两个刚刚干嘛？没干嘛。没干嘛呀。走掉，打到你的嘴巴里去。你看啊，打这个底下这个柱子哈，这个就要大拉了。哦，这个皮筋烂了没有？听到吗？你打到了吗？听到。我反弹的声音都疼的。往底下打很容易，我不会打高的，所以我在练高度。你在干嘛？抓鱼哦。
哎，你坐这个。坐这。这个打的就很好。装个八倍镜打得更准，这弹弓怎么装八倍镜啊？这是什么？打着玩一玩。阿郎最近混日子，每天都混啊。大哥们可以支配一下，让他们俩动起来。可以。可以支配。哦，哦，这皮筋这里没捡到，妈刺到我的脸了。对，大哥们可以支配，来支配吧。有大哥吗？问题是没有大哥呀。本直播间长期招一个，招一个能刷的大哥招不到。啊啊啊！被拔掉了。手机那里，倒闭。没打伤。那个砖帮我拿下来。我要这顶住啊，不然会吹掉。我又不知道在哪，你拿我这要，我这里要顶住，不然会吹散。你看我一走开就散掉了。不好看了。我稍微打底一点，我怕大火不好拔，我又没打底。这柱子好像都有点歪掉了。老陈，把这帐篷就这样放着，上个厕所吧。就这样子，我这里尿个尿吧，好不好？来，不要掀起来啊，就这样不要动啊。直播间换的吧。我直播间转过去了。立下来，不要动啊，不要动，不能动。走远。
八年前过分了吧？啊，也差不多。2015年到现在也差不多八年前了。哎，我大概懂了，他这里只要微调一下就可以了。这样你看，这不是搭得很正了吗？是不是啊？全部立起来了吧？挡住我看风景。看啥风景啊？快把我累死了。嗯，这样就很好。刚才打得太凶了，风景关。刚弄了一下天幕。来，再来一发来。第一个牌子办就疼了。很肿，这么胖了，没办法，打这个的话，一下就把这个能打了，信吗？信不信？真的，一下这个就烂了，这个塑料的就很容易烂，这种硬塑料。阿郎还记得八年前南昌路边弹唱的日子吗？忘记了呀。哪里了？以前天天在唱，天天都在街边唱。天天唱啊。经常点南山南啊。那确实是，南山南都给我唱吐了，南山南都给我唱吐了，天天唱嘛，你玩。狼哥，这是要干嘛？怎么棚子都搭起来了？刚才有太阳，只要是这个帐篷买来没用过。这个叫什么？天幕啊，是整好了玩一下，看一下。你比较喜欢看下雨的娘们啊？懂不懂？打红点了，自己生活还是你过会过，那一天没事干呢，兄弟，一天没事干不就这样吗？我也每发都能打得到了，牛逼！斜卧横卧都能打。我又好想睡。还记得探灵。吐奶的估计都是老粉了，这样的。阿峰干嘛？阿峰想睡觉了。有的。我睡一下吧，你有没有在哇呀，这是靶子越来越稳了，兄弟们，侧卧也能打得到。本来侧卧没有那么厉害。横卧更厉害。我操！哇，牛逼！哎，我发现侧卧好像更好打。那你来直播一会儿了。瓶子不是没动吗？打那个瓶盖，瓶子被卡住的。怎么一节火车的了？这是火车头啊。去拉东西的，平时是卡住的，把天幕拿睡觉才好。等一下，
这是邪物。哎呦，高了。就是小舅妈呀，就是小舅妈呀。听到这个声音了，砰，这个就是打到了。斜卧有点难打。放空枪，操！这就没打到的，就砰砰这种声音，打到就砰。打哪里去了？小舅妈你好，我是八年前的老粉。我看这样就给你打吧，这样会打到手上。点找的不对，这弹弓不行啊，准度跟弹弓我们不是那种精确打，问题不大，跟自己的水平有关，皮筋太长，这中长拉的皮筋啊，22的吧，我一般打19的多，上次买这个0.75的买点厚了，但力量大，真的跟弓关系不大的，就是练跟人的基础有关系的，你玩的多怎么打都打得中的。对面是哪？对面北城啊。你知道个北城哪里都是北城。放开我，我这里坐的头晕啊，这斜坡啊，小舅妈影响我了，睡一下。好晕，怎么会晕呢？不知道，吃那药吃的，又想吐又晕。帐篷搭起来有点闷。斜卧多准，你看一下，这就是邪物，打高打低跟瞄点关系，对，是的。听到没？有打准了。我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邪物只要是打准了横卧，它就瞄点就不一样。别动了，打高了，拉的时间太久了，没打到就扑，打到就是砰。打到了，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
随众人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打他那个环痛了。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欢迎玩不赢快乐。黑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低了。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嗯，你在干嘛？回来。回来啊？回来干嘛啦？想你了。想个屁！我都没看到你想我。我是谁呀？大飞姐姐。有没有想我？因为绳子掉下来的。怎么想的？要有个小瓶子，那个瓶子太大了，打得没劲，没有技术，没法、啊、没法到打得准。给你切。我去找一个小瓶子来，我挂到那个、啊、那边挂个十五米的地方，我帮他打。那个烤的东西少吃点还是？鸡翅那些东西少吃点。鸡翅、鸡爪子。娘娘，我好想你哦。去看戏好不好？先来去门口买薯条，买奶茶。不是我咳嗽。你看我在干嘛？漂亮吗？很漂亮哦，还有火车嘞，你看。在橘子山。在像橘子山。在橘子山。那里怎么那么漂亮？然后说像橘子山。不是在橘子山干活。谁呀、啊？你呀。你跟谁来的啦？我跟小山上来的。哦。我不带你们去看戏啊。什么？他们都在家，有没有人带你去看戏？有。谁？我是妈妈。妈妈和爸爸。哇，这个把有点屌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药型子，这个把要是打得中，就有点东西了。你们能看得见把吗？很冷吗？娘，你穿那么厚。这个白色的一个水罐子，那差不多十米。我说妞妞很冷啊，穿那么厚啊。鞋子穿进，鞋垫挤进去，鞋垫挤进去，你自己会挤啊？看得见哈，你要走啦，妞妞。大瓶都打不到，小瓶打不到。练就是要练这种。抖两下的哈。你现在欧，你欧的是黄的还是白的？哼，你操，你恶心。不是，还是黄的。那要多喝水呀、啊，对不对？是。没打到。你看那天跟我说。他那天说的，他说我要多喝水，熬出来的尿尿就不会黄。
我操，两发，门都没摸到，兄弟。我妈妈说不喝水哦，的尿就是黄的，多喝水就会白。是啊，是这个道理。然后叫我他你要多喝水、哦。三发门都没摸到，兄弟，把这个打到了就很屌了。小心一点啊，去厕所大黄啊。很冷啊，他怎么穿这么厚的啦、啊？嗯，家里今天是还好，等着你老姐请你吃饭啊。差一点点。怎么好意思让他请啊？你的几多人来找你？明天要向楚楚会来哦，来长沙玩跟她闺蜜哦。这个定位不对。谁呀？向楚楚。没打过这么小的点就。向楚楚呗，阿兰的谁？向楚楚跑来长沙，人家来旅游的。差一点了。你什么时候来？还是低了。你看人家几会帮老婆拍照相机呢？你会不会？不要可怜他。哈哈哈哈哈！你两个谁啊？笑死我了！你一次性没一次性的，你呕的尿是黄还是白啊？滴这么点。黄色啊，所以你要喝水啊。很乖嘞，我感觉她越长越漂亮了，现在嘞。还是会滴。他没人玩，有人玩。一直滴。我问他爸爸在家里面，他这房子里面蹲蹲的，跑出来伸手，找到了，就来叫我，然后就跟我来。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头发变色了？你去染了？趁着怀孕前染成黑色，就结等怀孕就不会长出来很丑啊。滴这么多，很丑哎、欸。一这个绑的鸡没打过。不敢用这些化学用品啊。哇，怎么这么会拍的啊？不要跟。怎么这么远会拍的？我漂亮。谁漂亮啦？你怎么那么漂亮？你更漂亮哦。哎呦，等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会滴这么一点点，都是从底下去，那有个人的，狼哥别打拍照的，来这里玩，所以我没打了，有人花园旁边五六米就不要打，有的时候这很容易瞄不准，瞄到他。哇，你鸡还在吗？在啊，在家里啊。阿兰哥哥说留来，给我生蛋吃那个鸡。这可能站着就可能打得到，就蹭了一下。他这个飘，也有点飘动。他说你欧到一百斤鸡屎，怎么会？不想问是啊，明天又要读书了，妞妞。一发都打不到。给你们瞅一下哈。想不想读书啊？我们家有网络。你们家有网络啊？刚才找的差不多了，都一停下来又找不到。知道的看。哇，还有监控器。哦，有监控器是对，我家是没有。哎，你等一下，我那个邻居给我打电话，我接一下。等一下。差这么点。等一下啊。大概找到这个距离了。Hello。不能头歪的太多，歪多了就偏了。你看见我拍那个照片给你，你看你要什么样的那个凳子，你不是甜的吗？你看一下啊。好，你看一下什么样的好吃。然后它有红肉，有蜜枣，有八宝的鲜肉的蛋黄。
啊，我操，一发打不中。那个蛋黄的来一个，蛋黄板栗的，蛋黄板栗盒，我圈起来哈。没有，一发没打中，他在拍照的女的。你要吃哪个吗？我不吃。打到了啊！这下打到了，兄弟们，我大概找到点了。他这个打到了就开始摇起来了，找到点了，大概就是这个位置。这下打到了啊！牛逼吧？你看，我只要点找到了就打到了，看到吧？这就是要找点，就是这个点，你只要找到了，凭着那个感觉啊，就能打到。这地方飘了，拉的时候飘了。这么小的兄弟们，这个就相当于乒乓球了。刚才还是移动吧，它还是飘着飘着，走掉啊。丢你妈，吃快了。妞妞宝贝，好想你啊。再来搞一发。暑假的时候叫婶婶带你来这里玩哈，你看跟橘子山一样的哈。打到了没有？啊，这下总打到了吧？等你到时候。这就是点找，只一旦对上这个点了以后，基本上后面就好打了，就是前面找点有点难。问你呗，低了一点点。看我有这个车很好，妞，你看我这个车，妞妞在上面，我就推你去玩。还是低。哎，你拉我车干嘛？我去，把这个车妞妞放这里拉你去玩，好不好？中了三发，一旦找到那个点就好打，但是现在又有点把这个把线打断试一下，那不可能。我如果把线打断的话，太屌了。有大鲨鱼，妞妞。看这里面有大鲨鱼。又找不到点了，就三发打了三发。那就要又要重新找点了，这个肌肉记忆已经没了。没有了，该又找不到了。十米打乒乓球相当于啊。换一下再打。无人的空荡，还是能打中两三发的。从前啊。